张新月黑面神上身，之前拿素化妆品过年，好残眼噃！你对光管脚，之前前下周孖住个老友去同技扫年货，潜健康唔使搞啦，但系个样子要靠画皮噶嘛，梗系扫定啲化妆品啦。原来长腿系咁用的，买平价化妆品已经有咁嘅效果，买多多都唔肉赤啦，转个头去睇手袋。呢、這个靓唔靓啊？买啦买啦，张单俾佢得噶啦，睇下画咁快又有斩获啦，你就开心得过啦。佢贴钱买烂售啊，前日面窿窿咁就 IFC 呢间电信公司，即系投诉佢哋网络差咯。可怜嘅职员减生瘦把，下咗啖气，终于有心情睇下嘢啦。转个头攞部 iPad Mini 买数据卡，你啱啱先投诉完人哋网络差啫喎。